同志们、朋友们、女士们、先生们，大家好。岁月不居，时节如流。2019年马上就要到了，我在北京向大家致以新年的美好祝福。2018年，我们过得很充实，走得很坚定。这一年，我们战胜各种风险挑战，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，加快新旧动能转换，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，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顺利推进，各项民生事业加快发展，人民生活持续改善，京津冀协同发展，长江经济带发展，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等国家战略稳步实施。我在各地考察时欣喜地看到长江两岸绿意盎然，建三江万亩大地号稻浪滚滚，深圳前海生机勃勃，上海张江活力四射，港珠澳大桥飞架三地，这些成就是全国各族人民撸起袖子干出来的，是新时代奋斗者挥洒汗水拼出来的。这一年，中国制造、中国创造、中国建造共同发力，继续改变着中国的面貌。嫦娥四号探测器成功发射，第二艘航母出海试航，国产大型水陆两栖飞机水上首飞，北斗导航向全球组网迈出坚实一步。在此，我要向每一位科学家、每一位工程师、每一位大国工匠、每一位建设者和参与者致敬，